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小栏目。第三幕的副本活动是未尽的噩梦，大概就是对抗人机监管者噩梦的匹配模式。这个模式的话是没有办法玩屠夫的，并且必须是四人才能进入副本。当然你也可以单人进入，系统会自动为你匹配人机队友。副本的话一共有四个难度，依次是苦痛、挣扎、疯狂以及虚妄。每通过一个的话就会解锁下一个难度，但是虚妄难度的话需要累计进度达到600万才开启，并且随着通关队伍的增加而降低难度。该模式除了正常修机以外，场景中会有部分区域存在着不明气体，大概效果就是如果长时间身处其中的话，累计一定程度会造成半血的伤害，而在浓郁的区域呢还会触发恐惧爆发。这个的话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可能就是恐惧症式之类的吧。然后在气体最核心区域的求生者则会直接受到半血的伤害，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小心。前三个难度的话只需要逃脱两人以上即可通关，但是虚妄难度的话则是需要三人以上逃脱才能通关。该副本下会有以下角色禁用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